手搭着膝盖，吸饱气，两条腹肌来回滚动，细看腹部这内凹的形状，就像外星人的脸。但这招外星人瑜伽不是所有人都做得到，很辛苦。怎么个辛苦法？要憋气。真的不好做，瑜伽老师说这个动作分成一到五级，做不到滚动自如，可以先从第一级开始，直接把气快速吐掉。过年在家大吃大喝，食物堆积难消化，跟着老师一起做，深呼吸后把气一次吐光，手撑大腿，脸部身体下沉，再提起腹部，以手辅助，也能促进肠胃蠕动。它除了可以促进肠胃蠕动，它还可以激活你所有的内脏。外式瑜伽还不够，过年期间也可以考虑来这个无人健身房看一看。跑步机重量训练，45尺货柜屋内应有尽有，设备还配有 AI 智慧荧幕，化身健身教练，随时帮你记录。一般健身房的话，人挤人的话，就是器材都要排队，然后没办法在运动的时候不会被其他人的异样等器材这些所干扰到。这个坐落在大学内的无人健身房，全自动化，不用会员，免年费，用 APP 预约，带着手机感应就能开门，随时来就可以运动，然后也没有很多人。我们目前是以这个让民众免费体验的方式来进行。跟一般健身房不同，没有营业时间限制，过年期间除夕到初五想动就动，不怕新年假期囤积大量肥油。记者金家景城台中采访报道。科普一下，水神呢跟病毒呢还有细菌在打架的时候呢会变成什么？变成水，没有残留任何的污染性。那一天使用个百至千次，其实也不会伤到你的皮肤。那家里有小孩的、孕妇的都可以很适用。哪里买得到水神生成机？请上快点购，输入我的推荐代码就会有折扣哦。